全民健保连续四年收支失衡，现在掌声响起，未来每人每个月恐怕要从荷包里头多掏出钱。哇塞，都付出来了，那如果小家庭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哇塞，那我觉得好像不怎么合理哦。然后就是说，不要一次调那么多，这个分渐次的调这样。有的那个做刚刚人，一个人要养那么多口。 健保调整费率还没定案，就先引来民众质疑，让原定20%日举行的费率审定会议临时改成27%日再开会决定。毕竟事先传出的医界代表版本涨幅高达0.83%，费率来到5.52%，让民间团体也看不下去。这一次卫福部的做法非常粗糙，曾经承诺说要盘点健保制度的问题，至今也还没有看到公开的说明。那民众多付了一个便当钱，到底可以得到什么？ 那调涨到5%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就是这是2年内，一方面又有疫情的那个，那其他的这个社会保险也在增加情况下，我们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。过2年如果需要再调，我们再来调。我觉得这个对人民来讲，可能在负担上会比较小一点。 毕竟不止健保，就连劳保国保也要涨。其中劳保明年元旦开始确定上涨0.5%，费率达到11.5%，让不少企业大喊吃不消。又让企业加重了整个费用的承担，那么这个本来就不是很公平的。我们建立政府，是不是未来50%由企业来承担，那么30%政府承担，20%由劳工来负担？ 就怕企业一下子多了保费开销撑不下去，企业大佬也忍不住出面呼吁，健保费率各界关注，不论涨多涨少，全民荷包都会受到影响。环宇新闻黄世成、张家宝、易立婷，台北、台中报道。